官方一下子放出了三张侠影要收的海报，量很大呀。据说这三张海报里还隐藏了他的技能爆料。那么大家能看出来究竟是什么吗？这三张海报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水墨画风啊。我只看到了这个蛇一会儿是一个头，一会儿是多个头。难道说这不是专属通灵兽，而是药师兜的一个技能，可以召唤大蛇？再结合他之前的两张海报啊，可以看到他的武器是可远可近的。我们现在来汇总一下药师兜目前所有的网传爆料。武器可远可近啊，释放技能的方式啊比较特殊，是之前策划说的。网上有人说他的技能机制啊和截拳礼比较相似，截拳礼啊同样是千代制作的，这么想也是比较合理啊。而且最近有传闻说策划熊猫也走了，这火影手游能打的策划没几个了。关于兜有多张人皮，可以易容成其他人的情况，有网友说很可能是阴人的几个忍者啊，这一点就类似于仙人兜的二技能。另外他可能是火影手游首个拥有 PVP 和 PVE 两种大招的忍者，会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动选择。像之前超核见面会策划说啊，要在明年大力推广游戏的 PVE 功能，所以想大招这么设计似乎也很合理了。那么你还知道侠影兜的其他爆料吗？